国内房屋价格涨涨涨，主要城市的中价房屋普遍暴涨了20%到50%之间，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房价不断上涨？房地产价格被投机活动炒高，政府要如何来遏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活动，进而控制房价飙升的幅度？国家银行近期建议限制购买第三间或第四间房屋的购屋者最高只能向银行贷款80%，设定房贷顶限是否就能够遏制房价继续上升？这项建议一旦落实，对房地产市场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发展商反对的理由又是什么？人民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房屋价格的上升速度，中产阶级越来越买不起房子，政府要如何才能达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是非黑白就看你怎么说。大家好，我是威严。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看你怎么说。今天依然会以轻松的角度来探讨国家大事和时事焦点。是的，没错。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要感谢以下的赞助单位，包括有我们的家居赞助 Rozel， 当然还有化妆赞助 Face Image by Christina Lim。嗯，是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些话题呢，我相信是很多人都很关切，或者是很关注的一项课题，而且是感同身受的，感同身受，说出我们的心声。没错，因为很多人呢，就是他出来社会工作一段日子之后呢，就想要说找一个屋子给稳定下来。对。那他们就开始要物色这个屋子，可是呢，屋子的价格呢，一直是高居不下，打工一族。到底要做了多少年的工，存了多少钱才能够存到这个买屋子的头期？没错，而且重点是我们打工一族的这一个月平均的收入啊，也没有按照我们的房价根据房价的比例不断的在攀升，也没有的幅度跟不上，是不是？没错，而且现在呢，近期我们的这个国家银行还设定了或许会设定80%的房贷顶限的消息，也让非常多的我们的民众非常的担忧。是，那到底这个房屋贷款80%，它是限定在第一次买屋子呢，还是买第三间或第四间呢？其实这个东西呢，还是属于一个谣言性，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消息指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来了三位这方面的专家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屋子的贷款顶限设80%，到底对发展商、对购物者、对银行来说，到底会起着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没错，我们在节目中就一一来剖析。好，首先我们邀请来到现场的嘉宾呢是郑永兴，郑水兴国际房地产投资俱乐部创办人，郑水兴先生，谢谢你来到现场。是，那第二位嘉宾呢，就是由马来西亚购物者协会中文组的主任陈忠林先生。当然还有第三位的嘉宾，我们欢迎马来西亚购物者协会中文组主任陈忠林先生。第三位嘉宾呢，就是由马来西亚建造行联合总会会长梁锦泉先生。是，那我们也欢迎家庭的观众朋友，如果你针对今天的课题有着什么样的看法，或是有什么心声啊想要吐的，那欢迎你拨通我们的热线告诉我们的嘉宾。没错，参与的方式请参考我们的荧幕。对于今天的课题你怎么说？赶快拨打我们的两条热线03282-8578、03282-8579，或是通过短讯输入 WSY 空一格，接着你的名字、地点和你的意见传送到32776。另外，也欢迎你参与今天的民意调查，请输入 WSYP 空一格，你的答案传送到32776。请留意主持人公布的民意调查题目。今天民调调查的问题是，你是否赞同实行房贷限制最高80%的措施呢？A 是 ，B 是否？那欢迎家庭的观众朋友，根据我们荧幕上的方式呢，将你的这个想法发送到32776。欢迎回到你怎么说。是的，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最近呢，这个房屋的价格一直都是涨涨涨，可是我们的薪水就一直都没有跟着这个房屋的价格来涨啊。那很多打工一族他们可能工作了3年到5年，存到了这个头期钱，打算要买了，可是那个屋价又提高了，所以人民呢永远就是跟着那个物价一直都在追
追了好久呢，才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间房子、一间屋子。可是追到了，又不代表说你就可以从此就安逸下来了。你每年每个月的这个房屋的工期还继续要供，所以到最后你搞不好的话，可能就是会来了，会招着这个银行的 bankrupt。所以这是很多打工一族或甚至想要拥有自己的屋子的人很关切。想要知道的事情，我们想知道说为什么马来西亚哈的这个物价的价格一直都在涨，可以告诉我们其中的原因吗？这个我们来请一下专家，就是有这个建造行的梁先生。因为目前第一个问题，我们建筑材料也是涨，升得很高了了。第一个问题啊，那个地价也是跟着涨上来。所以就搞到我们在雪州里面的产业啊，全部都搞到超过50%了，在我看。物价超过50%。超过50%。他不只是看地方啦、啊。嗯。好像那个比较高商的地方啊，它价钱比较高咯。嗯嗯，是比较豪华的那个物价、啊。比较豪华，比较高商的啦，那个价钱就起得比较高咯。通常觉得是普通的也有三百千左右也是有了，就是普通好像巴生谷啊那个地方啊，也又有200多300千也是有的。其实根据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很多人会说我们马来西亚就是吉隆坡这一个地段或者房子的这一个价钱都在上涨的这个现象，请问郑先生有什么看法？那其实事实上讲起来，这个不是全面性的上涨。那么事实上是很多地方还是偏低的。就比如说一些好像什么那一带的区哈，那一些地段我们15年前买一下跌了50%，就算在旧法深路也有这样的。所以我是说，事实上有一些暴涨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那么有一些是15年来都没有涨过价的一些地区。那么就是说一路来是被低估了，现在回到上升30%到原来的地位，那也不算是高涨。当然有一些不应该有这样的价钱的地方又涨了很高了，特别是在偏郊外的一点。所以我们说高涨是不是有这个原因，是除了槟城，那么如果你讲从佛州，事实上很多住宅区的物质都偏低了。所以我看不能够一概而论。要看地区嘛。那刚才梁先生是说因为建筑材料的关系好要上涨，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地契啊，可能地契的已经地价已经地段已经升高了。还有就是我们常看到人家说需求量高了，人口多了，是也这样子吗？可以成立吗？大家对屋子的需求越来越高。陈先生，我看是这样，因为每个人就是好像我们政府也要实行一个，就是说基者有其屋。那每个人出来社会工作啊，都想要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屋啊。所以，一般上就每个人有新的这个房屋计划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抢着要去买。然后，现在物价的上涨，我们会发现到一些，就是说有地产业哈，有地产业有时候现在地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就没有办法有地产业，当然会比较贵。然后发展商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现在的治安，尤其是在大城市治安很坏，所以一般上现在发展商很聪明，他推行的这些房屋计划呢，一般上都有围篱和保安计划了，所以一般上是说，我相信，很多。不要讲说吉隆坡或者是巴生谷的啦，甚至是其他很大的城市都是会面对说抢劫案啊，这些真的你回家的时候分分钟就是会被抢啊。那而且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个性命财产什么，每个人会选择说找一些有保安计划围篱计划的来买。所以一般上有围篱和保安计划的这个房地产，它的物价真的是偏高。是，那我们看到说其实最近报章都有一直都在说是因为这个投机客他们把这个房屋的价格炒高，这样的理由成立吗？应该是有因为你目前好像是中国也是很多人过来我们这里，香港也有，因为有这个财团，外国的财团。不过我想反对这个，我坦白讲，我也反对。我也不见像我们做了很多这个调查，他们讲的时候，中国人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对马来西亚房产还没有什么兴趣。对。那么如果跟2008、2009年比起来，包括中东人啊、新加坡人，已经是退出很多了。对我来说，我们很急就需要外资进来，所以特别是高档的，已经是很凄惨的时候了。会吗？
我记得那个高盛住宅就一直建，有可能有的一些人误解，就是现在全世界人都知道嘛，中国的人最有钱嘛。啊，那我坦白讲啊，要是你了解中国人的，他不会有兴趣来投资你这些房地产的，对对，他要的是整座楼跟你买到完。啊，因为他们根本对这些说一百万啊或者一百万以下这个房地产，我坦白跟你讲，他们绝对没兴趣，看不上眼，看不上眼，对他们来讲，最重要是他们内需，而且还有欧洲啊，很多地方有更加好的选择，然后还没有排到我们。